增长的信心。为什么会带给我们祝福？其中两个祝福就是，第一，它会成为我们的动力；第二，它会帮助我们超越我们自身的限制。我们的信心在神里面是不受环境的影响的，虽然外面的环境看起来是大风大浪，但是在神里面，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受动摇的。你一定要相信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 Amen。 我们对神的信心在任何时刻，就算是最黑暗、最糟糕、最不可能的情况底下，还是会看到奇迹发生的。因为我们信心的对象不是这个世界，不是这个环境，而是这位永不动摇、永不改变的神。